不同老师画的超级飞侠，来看看谁画的更好看。体育老师画的，画画的北北，画画的北北，奔驰的小野马和带刺的玫瑰。我说不开心也拍手拍走，伤痕累累，用干涩的眼泪酿出香醇肥美。虽比茅台般辣，却有温柔的哈，讲出窝心的话，有像个多金的爸，多金的爸带你去巴黎度假，让凡尔赛宫的艺术家改毛笔作画。语文老师画的，一飞冲天，到世界各地，新的任务，新的挑战。超级飞侠在身边，神奇世界千变万化，一起冒险。Ready， 流开热血的心，朵朵，充满光明热情，不屑爱心小爱，俏皮的酷飞，超级飞侠，我爱你。Nice， 数学老师画的。晚风吹动着竹林，月光拉长的身影，萤火虫一闪闪，满山飞舞的钱币，天上银河在发光，地上风铃来歌唱，织女星在远方。古老浪漫的神话，流水走过，春夏四季的变换，幸福在蔓延，爱你永恒不孤单，恋人手中樱花草，春在漫步的微笑，种下了一朵朵青春璀璨的年少。音乐老师画的，期待陪你看美的云彩去到天的蓬莱，让我做一个小孩，给我全世界的爱和关怀。让我为非作歹，也觉得我的奇怪很可爱。让我做你的小孩，给我一个家和温暖胸怀。只要在你的面前，天真和幼稚变得很简单。Nice， 美术老师画的。大家好，上期有粉丝说要看绘画超级飞侠，于是我这期就给大家安排上了。大家下期还想看什么绘画，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哟，我会陆续为大家安排的哟。最后大家更喜欢哪一位老师画的呢？不需要翅膀也能够飞翔。